休闲经营手机游戏《王国物语》，奏响治愈的乐章，描述古老音乐王国阿伊德因为灾厄降临引起精灵暴动。我们将扮演公主殿下，要净化音符，拯救王国。从王都开始，一步步打造音符王国。我们可以花费金币购买装饰布置，也能够建造回音森林、旋律清泉等等建筑，来生产木材、矿石等基础材料，并运用这些资源来扩建、净化周围的土地，或是完成应援订单来赚取金钱。当然，也要培养自己的队伍和骑士罗兰、法师梅林等等伙伴，前往世界各处冒险。面对袭击而来的危险，我们可以使用指挥棒，运用进化魔法突破难关，同时修复女王雕像、古树等重要设施，恢复王国过往的荣光。